哎，宝宝，怎么这么晚给爸爸打电话？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你好久都没回家了，我好想爸爸。哎呀，爸爸也想宝宝啦，爸爸下周就回家了，很快的可以宝宝一起玩耍啦。可是我现在就想见宝宝，上次买的玩具还没有跟爸爸一起玩。哎呀，爸爸现在还回不去哦。你先和妈妈一起吧，好吧，下周爸爸回家了就陪宝宝一定玩好久好久，好吧。好吧，爸爸，你这次要去多久啊？以前都是两个晚上就回来了。爸爸这次去好远好远的地方，拉好多好多的货，赚好多好多钱。好远的地方是哪里呀？等宝宝再长大一点点，爸爸带宝宝去看一下好不好？那好吧。爸爸这次赚了好多钱，爸爸回家了就给宝宝买好多好多你喜欢的玩具，每天都给你吃你最爱吃的大闸蟹和大龙虾，然后再给宝宝买好多好多漂亮裙子。爸爸，哎，爸爸，我不想要玩具了。为什么？也不想吃大闸蟹和大龙虾了，我只想要爸爸，想爸爸一直陪着我，我想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动物园，我还想要爸爸来参加我们亲子游园，每次只有妈妈，都没有爸爸在。我好想爸爸妈妈都参加一次，因为我快要毕业了，以后都没有游园了。爸爸，爸爸，哎，爸爸在。爸爸，你刚才去哪里了？爸爸刚刚去喝水了。爸爸答应你，下次回家一定带宝宝和妈妈一起去动物园看熊猫，一起去露营，一定陪宝宝在身边。好的，爸爸。爸爸，你按时吃饭了吗？爸爸吃过了，爸爸晚上吃了烤鸭，太好吃了。妈妈说爸爸总是肚子痛，是因为不按时吃饭。爸爸知道了，爸爸一定按时吃饭。宝宝乖，时间不早了，快睡觉吧，叫宝宝睡觉了，爸爸就可以很快的回去了。好的，爸爸，我想要爸爸快点回来。那快睡吧啊，乖。爸爸晚安。宝宝晚安。晚安。哎，老公。哎。你自己开车慢一些哦。好好。一定按时吃饭哦。一定。那我挂了。好的。宝宝睡觉了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想你。我也想你。做城市太过魔幻，伸手可及一触之散，像是童年许过的愿，从不等我。